你好，下午的2:38，今天2021年啊，2月12号，星期五，周休七日啊，连假七日，第二天啊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在这边跟各位读者们，台湾五三九的会员们。拜年啦、恭喜发财，流年行大运，流转乾坤。很不幸，我们台湾五三九碰到了开大乐透特别号，特别那个大乐透跟他特别奖100万特别奖，搅乱了五三九的板路牌，没有一家他会准的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这是我的经验做了。2007年做到现在的经验啊，没有一家会准的哈、那一定要等大乐透的特别奖开完后，才会恢复到正常。你看它忽大忽小嘛，现在已经开了3期就知道了，2期开的都大号，突然一下就转小号，今天是不是小号不知道。也许就马上又转的是中号、大号或双生号，谁晓得呢？好，我们等会儿晚一点就继续公开，大家千万要保守一点，不会中奖的，全身二中一也都很难中。